么热的夏天，想到家在顶楼，回到家一定像烤箱一样，超不舒服的。家里的冷气跟电扇都开启，冷空气开始流通了，每次踏进家就能享受最舒适的好感空间。气垫上，还好有奥创，省了我好多心跟好多钱。OK， 正在启动睡眠情境。这样睡觉就不会感冒了。